继续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Puchanga 将会在12月28号隆重呈现许冠杰迎2020演唱会，届时歌神许冠杰将和他的最佳拍档儿子许怀新以及许怀古，连同特别客串的嘉宾李小龙的女儿以及孙女一起来陪大家迎接2020新年的到来。许冠杰当天晚间会唱出包括了《铁塔凌云》《天才与白痴》以及《半斤八两》等等经典名曲。大庄家赌场度假村许冠杰迎2020演唱会将会在12月28号星期六举行，门票的售价从88元起。